哟吼，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啊，我们等一下呢要到大野神社，然后要到草津的金鉄之デパートかな买东西，然后就要回去了。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阿香在跟猫猫玩，他刚刚有摸猫猫哦，这只呢叫チャム酱，チャム，チャム，チャム。他现在还小啊，不太会害怕，但是啊跟三本先生讨论啊，他如果被猫抓到之后啊，下次看到猫应该就会感到害怕。他现在只是觉得这个生物很好玩是什么。那今天最后一天啊，来记录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到大野神社。之前拍片有说过大野神社是名字跟阿拉西里面的利益达奥诺桑大爷同名嘛，然后所以很多杰尼斯的粉丝啊都会特别在杰尼斯抽票前啊去拜拜，说拜托抽中我，拜托抽中我，然后特别跟三本姐姐说我想去那个神社走走，顺便把安产的玉手啊还给那个神社。阿拉西の奥诺くんと一緒の名字なんで、はい、嵐のファンがものすごく来てるの。だからあの撮ってみ写真、動画撮ってみ、いっぱい嵐のファンの人が、はい、いっぱいお札書いて、あの何願い事書いてあるし、はい、ジャニーズのチケット当選しますように。そう、ここです。大野神社到达，刚刚三本姐姐也说了，阿拉西的粉丝都会特别来这边。哇，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怎么讲呢，更有味道的一个神社，感觉有一点年代了。本当だ。大野神社に来てます。はい。無事生まれました。寝てます。あ、でも最近ほら嵐は休憩休みして BTS になった。 BTS いいの？ BTS で。何でもありかよ。そうだな、本当だ、最近嵐がない。そう、最近嵐はもう1年以上ないからな。あ、でも嵐が復活しますよ、ね、あ、そうだな。なにわ男子とか嵐復活期。わあ、すごい嵐のファン。タイガー。オッケー、ここね。お姉ちゃんの隣に飾らせてもらった。順番じゃどうなんだ。電車の名前。松潤。なんか桜井くん。よく知ってますね。嵐のファンクラブ。あ、本当ですか。あの子、2の、はい、で大野くん、はい、これがあの子、この間子供生まれた。あ、相葉くん。あ、自転車。うん、何の色ほかいい？しゅうちゃんに任せます。黒を白をしようか。OK。チャリ？チャリ。関西で自転車のことはチャリって呼ばれる。チャリ、チャリ。チャリ、チャリンコとか言う。一つ買ってあげるか。いい。ほら、嵐みたい、5人。車乗らない。熱海自体が自転車乗らないよね。社会。我们刚刚是从侧门进去，然后姐姐叫我们照一下大门。哇，它的大门。感觉很有历史，稍微问了一下，看了一下简章啊，800多年历史的神社了。我想800多年前应该还没有阿拉西，最近啊，因为阿拉西而走红的神社。刚刚还不算大门，这里才是鸟居，从这边大门走进去。我们刚刚都只是从旁边进去而已。这个呢是姐夫上班的地方。姐夫呢，他早上很早都去上班了，然后他是照顾马、训练马，这边的马是赛马，比赛用的，然后这个是啊，欣赏，欣赏。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金鉄之草津车站的
旁边的金铁是近铁百货公司，然后我们要买一些土产，买一些东西回去。买了一条每次来这边都会买的腌萝卜。这间店呢最有名的就是巴姆库黑莲轮蛋糕。现在买铜锣烧，我们要带回去给饭店大家吃的。关西最有名的551肉包子，因为太贵了没吃过，想说来的话呢就买一个吃吃看。6個入り。嗨，三本姐姐在551，我说在关西还蛮有名的包子店啊，真的不便宜耶，所以我从来没有吃过，现在来试试看。五星，嗯，五星呢？五星，嗯。肉还蛮扎实的耶，还蛮扎实的，一个要200多块，不便宜。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了，现在的时间是12:45，我们吃完了551包子，又看了一部姐夫录的影片啊，帮咕咪节目，然后是在介绍热海，因为姐夫有来过热海2-3次，他还蛮喜欢热海的，然后他就特别录给我们看，我们就稍微看了一下。那到底几点会到热海呢？应该也要开6小时。那现在回程路上一样啊，帮阿香换好尿布了，然后一样中间会停，如果他肚子饿就是停下来让他喝奶，然后我跟三本先生就是上厕所。好，安全第一呢，现在我们就是往前往回家的路上。开喽，嘎聂，阿香开喽，三本先生开喽。稍等啊。第一个休息站，这个休息站是 PA Parking Area 狮子卡林路。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林路。它同时也是日本的姓氏之一哦。三本阿香终于受不了在了，想下车吗？但是没办法，上了高速公路就直接到热海了。乖乖啊，要乖乖啊，现在如果一直休息哪时候才会到家哈？不是一直要坐更久吗？所以要忍耐啊。最近发现啊，我只要拿相机拍他，他就不哭了。你偶包很重哎，大偶包哈，笑死了，偶包哦你哈，不要哭啦。第二次休息来到了静冈休息站 Service Area， 开到这边有点冷哦，还蛮凉的，刚刚车子显示15度吧。那我们要让小公主呢放尿放奶，因为她已经坐不住了。回到家了，我们回到家，现在到家呢是6:45，那我们差不多也是开了6小时左右，然后停了2个休息站。那现在阿香在后面在大哭，我们现在要赶快把她洗澡，让她喝奶睡觉。那明天呢，即将开箱，姐姐买了好多东西，我们载了13的东西回来，明天再开箱给大家看。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